接下来我们就要抱它喽，我们看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彩虹的颜色。如果特别漂亮的话，我儿子过生日，你看一定要给你们人手安排上一个，赶紧点个小心心吧。从哪儿开始呢？从这儿吧。绿油油的大草原，哇、哦，吓到我了！怎么是可以这么漂亮的嘛？黄色的，当当当当，哇塞，大歪的，一看就跟那小男生脑袋歪着一样，好漂亮啊！我最喜欢紫色啦，见证奇迹啦！看看是不是彩虹？哇，好漂亮！我都舍不得走了，怎么办？哇塞，太漂亮了吧，像不像一幅画？我相信我儿子肯定会喜欢，你们肯定也会非常喜欢。那我们就报红色。嗯，好漂亮！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吃它。